初恋紫色系的主题周的这个粉红色的球衣，因为碰到新竹赤木刚宪，赤木刚宪又把球给抄到，但是第一时间卢俊祥给的球完全被班尼特拨到，所以上去也不是，沉退也不是，没错。好，这边小烈尝试一个在团队四三分线外，哎，再塞失误。哇，卢俊祥一开始的传球都先是以9-5暂时领先的命中率稍微低一点的新竹接口工程师，出手没进，工程师暂停回来之后连砍两个 ，yes。注意好，小顺一踢板球 ，AB 已经占据了有利的位置，打手桑尼也上场了。班尼特目前场均24.9分，但是因为场次不够，要不然他是连。AB， 桑尼被他给骗掉，哎。两位洋将也是应该算是上罚球线次数最多的。好，陈玉瑞这音效啊。结果是 AB 投了一个超远距离的遥远祝福，把防守做好，然后不用太多的下球，有碰板的时候把命中率拿出来。时间要很拼命 ，AB 啊，左侧的切入爆扣篮筐。先看到前面这个林振，这也是刚刚暂停的时候，43-37。好，啊 ，AB 又投进一个3分球，就这样。AB， 中距离跳投没有，篮板球 ，AB 再拿到，就在碰棚面前把两分放进，球再给 AB， 打出一个丁恩迪也是一个好事啊，丁恩迪再干扰了 AB， 不过后面有特化，外籍生之间呢也是一个亮点，两边的过招，哦，丁恩迪。这个篮板哦，跟 AB 两个人，我们第一时间 AB 有一个推人的动作，但裁判没有抢哨。因为比赛其实很激烈啊，卢俊祥滑倒之后 ，AB 把球直接拿过来，在篮底下 ，AB 哦，一个打三个，最后一道防线是自带安全就稍微打得比较沉寂了。对。被齐兵捡到，哎呀！再点给 AB， 稍影响。班尼特的杂球，分工可能就是5-5或者是6-4啊，但是其实那个出手的空档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只要把自己的节奏调整好。